闪电暴击，雷神之锤。闪电暴击，闪电分球，雷神之锤，雷神之锤。不行啊，要他给。雷神之锤，哇，干屡试不爽啊！你觉得我要狙击那个雷霆？我傻笑。我失误了，雷神之锤，雷神，雷神被盖。雷神失误啊！雷神不盖，那干我等一下也要加入雷神之锤的行列啊！我当帝王分球，干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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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帝王分球快点、啊！雷神小啦，这样可以啊！雷神跳投就是左右的时候会断腿，他、啊、不是按钉房就可以解除断腿？白痴哦，干啊！如果先到在传球的时候，我哪还有时间按钉房？就是。是你菜啊！干，人家就有办法、啊，菜啊，多练习啊。人家有办法，可以啊。选神的都下去，就他自己选了一个最神。太远了，哦，篮板王先到。哎呦！哇 ，P 哥刚二段树优，他被短优一下，马上看到短优的瞬间。P 哥，我发现那个鱼柱抢篮板一定要喊招式名称才会特别强。昨天发现的，也要喊，哦呦喂啊，要喊雷霆战斧，接球流，真的，哎哎哎，我昨天本来零颗篮板啊，我喊开始喊雷霆战斧之后连抢七个板，绿手雷霆战斧，帝王三分，对。那个地狱，然后上是吗？而且你可以分给我。哦，不要，不用。反正因为我什么？你如果拦下分给我，我站在他们两个中间。雷神之锤，然后干老道。雷神之锤，来吧，闪电暴击，雷神之锤。闪电暴击，这不是阿瑞斯之巨锤瑞斯？不打哦，靠背哦，抢他小啦。严干严干，雷神战斧，雷霆战斧，这样就好。雷霆战斧，闪电暴击，雷神之锤，闪电暴击，闪电分球，啊看靠背，哎碎哦，还是补一个严干，雷霆，哇跳快了，雷霆跳快，雷霆失误，不小心的、啊，雷霆一个失误、啊。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哦哟，看劈他这个假动作可以啊，妙手回春啊，假动作，妙手妙手回春，靠啊，真的该是我仿佛看到华佗在世啊，哦哦，直接拔起来，哦哦哦哦，敢问我要雷霆战雷霆之锤，雷神之锤，雷神之锤，对方。对方他直接被打到脑毛啊！皮塔直接把他们两个卡住啊，根本盖不到。我反雷霆战斧，哇，被挤开了！雷霆失误，雷霆又失误了。呼！看来没有满板值，雷霆战斧有点虚哦。哎呦，哎，没反了。哎呦喂！雷霆之斧，不倒，喊错，雷霆不上不倒，雷神之锤。来啊，给你雷神之锤啊！不行啊，要他给雷神之锤。哇，干屡试不爽啊！真的，已经得八分了吧？对方吗？不会守这一招啊！哎呦，可以哟，会打哟，会打哟，会！哎呦哎呦呦！靠，我也是。哦，如果别人跌倒，一网爆丢丢不出。这场是雷神的神话。会打哟，跌倒应该丢不出来吧？哇塞！哇三直接把他盖下来，雷霆战斧又被抢。哎，哦，有点远。哎呦，看你跟樱木直接抱在一起。我有大，我会狙击樱木的侧步。你觉得我要狙击那个雷霆？哇塞！哇塞！我失误了，雷霆失误啊！狙击一幕撤兵。哦，哎呦，喂，没弹出来，控位还没进。雷神之锤，雷
神，雷神被盖，雷神失误了，雷神被盖，啊，我去啊，好球好球，哎呦，我去，哎呦，超肥，哦呦，雷神狙击，池上还不抓我啊，没有东西抓、啊，喂、哎，干，才刚呛完，干，阿木送幸福，倒啊。还不到，哎呦，简单，简单。等一下最后 ending 的时候，我们再雷神之锤一下。喂，只要我不要失误，只要我不要失误的话，应该是他们挡不下来。哎、欸，樱木有火锅吗？两球失误，好像没有吧？池上不倒啊，那不倒就是不倒、啊。那干，我等一下也要加入雷神之锤的行列啊！我当帝王分球，快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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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帝王分球，快点啊！雷神小啦，这样可以啊！雷神跳投，敢这样可以啊？好扯啊！哦，哦，雷神抓球，不行啦，只有哎，我再跟你，我再跟你分一次，来皮特，哦，哎，我们来一段，就是我分给你，然后你再分球给他，然后最后他进攻，哎，先让他投，先让他投，先让他投。哦，一起来演这一段戏。我打给 Pita，、然后 Pita 分球，然后这个我等下直接站，我等下往篮下冲，我就直接站篮下。好，哎、欸，我们三个都可以分球、欸。对啊，好 ，Pita 上去分，靠背啊 ，Pita，Pita，、啊、雷神失误了 ，Pita 尴尬。抱歉抱歉，没分到。刚本要讲 Avenger Assemble， 结果直接 Pita 尴尬 ，Assemble， 可惜尴尬。不会不会，这场已经很传奇了。雷神之锤一次都没有被他们打挡下来。有啦，有一球，有一球雷神之抛被挡下来。那个是雷霆失误，那个不是啊，那个不是完整版。雷霆失误。我得罪出门了。我得罪出门了。分欸、对啊，拜拜各位。拜啦拜拜。好，换招好，换招好。拜啊！笑死。鱼柱得十二分呢，扯哎、欸！鱼柱得分王哎、欸，先到七助攻、欸你马上有两场素材了，一场是那个盖福田的，一场是雷神之锤。盖福田，我鱼柱盖福田，我盖六锅哦、喔，不错。第一场啊、喔，我跟皮娜打的时候，那场没有用啊。你管你要帮我洗白一些啊？没有什么表现啊，没有用啊。敢包洗白啊！比他只要白啦！难道你舍得看我一直被呛吗？没有啊。好了，傻小。